Take it low key, keep it softly spoken, with no strings tying you to me. I'm happy in your company with no emotion, 'cause my love deserves to be free. I never wanna look at a house in the garden. I never wanna lock you down. I know you're not mine, it's just my turn. 下一个场景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在车上吃便当。小阿姐，我可以拍一下你的便当吗？你恒生有看到昨天传给你的说一次吗？嗯，有看完它吗？有些还没看。那有趣吗？啊，有趣，蛮有趣的。嗯，你觉得应该可以剪出一个不错的预告吧？可以。对不对？嗯。我剪辑技术有进步。你知道我有拍一个，你在看麦金边包什么，在莫名其妙。我有看到。超好笑的。我看到。你干嘛？帮我拿一下。我可以，嗯，有这么多素材，我可以剪出来的。对。下次应该来认真跳一下。那影片。那个。在影贩卖机饮料贩卖机前面。啊，你在专注在你的摄影啊。我们在干嘛？他就是，对，完全没有拍到。不是什么最好看的画面啊。来看一下，我刚刚问说，为什么我们会需要电啊？然后呢，我气娃就跟我说，对，因为你要烫，因为我要用头发，对啊，所以特地有一台剧组准备的发电机。哇，天哪，竟然有一个为了用我头发而特地准备的发电机。然后我现在已经换第二套衣服了，就是头发还没整理，然后现在，我现在好像是辛苦的制片大人，对，辛苦的阿美，辛苦的爸爸。你考完说你才从哪里回来？多久？越南回来，越南回来，一个小时，然后就来就要来就要上飞机到日本，来上飞机来干嘛？来帮韩飞拍。哦天哪！我会害羞啊！不要在那装哦！等一下装，快点认真的。可以问一下制片大人，现在拿手上的那一袋是什么东西吗？我们拍片会要带一些小工具，以防万一，像那个防蚊衣、湿纸巾、卫生纸，然后因为垃圾不落地，所以会有垃圾袋。哇！然后也会有一些工具类的束带，然后胶带。哇，真的是要准备大包小包哎。对对对，没有，这是最精简的。好，这是还有防晒乳，也有防晒乳。所以如果怕被晒的话，也有防晒乳。就。差不多是这种东西，哇，还有一罐水，看谁要喝。真的好像饱，看谁要喝。那你从那里拿出来水，谁看谁要喝？没有啦，这是刚刚买的啦。我这里放了两年一样。我只是把它共用而已。所以食物只有那罐水吗？对，目前只有，等一下再去别的地方买。很想买食物，那你要通常要买什么食物？饼干、零食、口香糖。为什么？咖啡。帮大家提振精神，因为拍片那个压力太大了，像导演都只喝咖啡。导演只喝咖啡哦。对。导演只喝咖啡。为什么就这样在路边弄起来？你在路边干嘛？我在整理、既然都拿出来了，就把它再整理。你在家会这样吗？会啊。请问你什么星座的？双子座。都双子座。双子座是这个个性吗？是啊，可以啊。其实还找了一个很日式的袋子，那你背起来一下。这是子龙给我。日本女高生。我们现在在路边梳发、卷头发。对。我们现在真的就在路边发电机，日本的发电机。发电机。这个。
再往那边跑多一点点。对对对，然后等这两个一走，我们就来录一颗。好，准备哦。OK 吧？你先在原地多转一圈看一下。好，录喽。好，原地感受一下。看着一边，开心的感觉。好，走。这么甜，因为你知道你什么样子是漂亮，你很理解。我感觉得到你知道你怎么笑这么甜，然后你只要记住我们分享戏里面动作跟动作的时候，你只要让你的更像你那个超大腕，顺畅的出来，有点轻松，然后心境比较轻松，但不用到笑得很快乐，是轻松一边自在的感觉。我们拍一颗你的脸，然后走在这树荫下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好，好，录一个，有风吗？等一下。好，来了，第一个，好，走，来，我们可以转一下哦。你如果要拍随时可以。你现在立可能要向外套先围起来，外套先围起来，外套先围起来。因为他是在对面，好好好，顺顺，他就要对面吧，还是不用？走，然后面对的不叫对。大哥，心得是什么？拍得满意吗？打打水了。现在要去吃饭，然后现在是晚上7点快8点。对，然后其实日本好像就是好像很多店都很早就关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到了一家餐厅。对，终于要吃饭了。看一下有什么预算吗？就看你要吃什么。这是另外一份。吓到。
我当下其实蛮是真有点恐怖，因为我就在他后面，然后我就看他整个人180度这样趴下去，然后其实当下比较怕是断掉，然后后来还好，医生说就是没有过多久，然后后来就把他搬了。了解，了解。但是就是你要有意识的去学习去调整，我觉得会有，因为音乐一定是一块，但你现在还那么年轻，我觉得音乐是一个状态，但是可能我总觉得演戏这一块，我觉得你的样子是很好，所以重点后面两三天，我觉得还是就是再更自然一点，我觉得就 OK。还有泡面，也太惨，怎么可能？阿美好过分。啊，没下我对不对？很好吃吗？拍了很冷的戏以后，我点炸猪排跟竹夹鱼。刚刚吹冷风以后，现在喝到热汤，感觉怎么样？很感动，很感动，终于吃到食物的感觉吧。因为我很喜欢手，我很喜欢寿司，很喜欢是冰的，但是我就很喜欢寿司。啊，是哦，很开心，今天的晚餐可以吃的，就是当地的日本料理。耶、关进去，这样，哎，没有锁住，哎，没有，要抽起来，然后就锁住了。哦，那我是黄金，钥匙可以打开，哦，这是钥匙。这是什么乌龙茶叫酒吧？这是不良少年，不良少年，乌龙茶，不良少年，我们要一起喝过，超不良少年的。哇塞，你今天有室友哎、欸？对啊。对吧，好爽哦！导演，其他导演来这边，他在爆买，他在爆买，快突袭他！我只想买很多喝的，那你买太多了吧？对，你要干嘛？太多，不知道啊。在干嘛？我很爱喝东西啊。可是你一个人喝吗？对啊，你一个人把这全部喝完，我真的会喝完。这是我的房间。打扰了。赞哦！哇，天哪！